台灣花蓮近海發生強烈地震，暫時未有傷亡或者損毀報告。台灣中央氣象局說，地震發生在凌晨1:41，強度是尼克特制6.6級，震央位於花蓮縣政府以南62.6公里，震源深度30.6公里。本港天文台亦都錄得今次地震，強度是尼克特制6.9級。天文台收到大約10個市民的報告，說感到輕微震動，維持大約幾秒。這次地震屬於修訂麥加利烈度表3度，即是室內有感，類似是小型貨車駛過的震動。我是做一些事的時候，就覺得越震，我就自己以為是雲，咁啊，叮叮叮噹噹，咁啊，有啲警鐘響嘅，嗰啲大樓咧，我哋嗰啲大樓，即係佢嗰啲係嗰啲地震警鐘嚟嘅，咁幾長嘅個時間都，我估佢有超過1分鐘左右啦。咁我有養咗一缸啲水咧，係啲龜嗰啲龜嘅，咁啊見到啲水咧，哇，好似海嘯咁樣。咁就即係其實如果走咧就走唔切㗎啦。台灣氣象。